调皮鱼上去了。你们窗帘呢？为什么要弄窗帘？客户的要求啊。是啊，大家处理人啊，这档期被告今天要交了。今天，所以你等一下去交车。对，要去哪？台中。台中，我的故乡。你的故乡？台湾就是我的故乡啦。啊，你讲对哦。等下那两台，你要这台要交？对，这台要交。啊，你不要拉去。物尽其用，要把泰山拉下了。你以为你交车你就坐在旁边那边纳凉？不过咧，啊，刚好台中有个热心的民众，我们的网友托要带车马捐出来当做那公寓车。啊，你讲行不行？去了就知道了。第一次看到开头在坐，在坐了，都没有脱衣服就开始坐了。你天气寒啦，我都冷啦。见面三秒就合体。没有，那是你的系列，那是你的系列，我是我的系列。对，那是你。ご覧の番組は、シャオシー自動車。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这个用三实验就好。其实有些人会用快干呐，就是快干点下去啊，万一你有一天不要的话，那就完蛋了。啊，就白白的，然后会坏掉。你看我去卷了，买的剪刀了。我跟你讲，工具不是用到坏掉，都是不见的，都是不见的。哦，多么是东西的话是不见的，没有人用到坏掉了。买再多都没用。啊，一架它也是连住啊，魔鬼粘哦。对啊，好了，耶、yeah ！哦，赞，准备出发了，要出发了。好、哦，让你挑啊，你要哪一台？我要开小鸭了。哦，你要开小鸭？我跟小鸭比较有感情啊。毕竟它是科P特仕版、啊，所以现在要去台中，在哪边集合？五日啊，啊对，反正到那边再看谁先到啊。嗯，啊，星巴克里面，对，星巴克里面点了、啊。好。太赞！我们来教其他客人，他送我们一个这个弹棒，最后有啊，立体的哦，因为他是做室内装潢设计师，嗯，到时候我会把他的设计师 logo 把它打上去，帮他做个广告。好，哇， yeah、很棒耶！行吧。好，跟小鸭拜拜了。走，我们再现在是现在要干嘛？去买车了。去买车是不是？去买车。哦，对，我们去走。耶、yeah, ，到了。到了。怎么样？车帅不帅？嗯，帅。比你的车还帅。比我车还帅。对啊。我先看一下。车底还顾得不错哦。因为我打算要，我再买两年这台。哦，买两年。原本没有打算要买。你知道为什么他要卖吗？为什么？过了，因为他生小孩，换休旅车，对不对？我也是换轿车啊。好、哦，换轿车，就是换大一台，新一点，新一点的。对 对, 對。啊，你怎么会想把它弄成公寓车？其实它有点老，然后如果要卖的话，我觉得懂他车的人可能已经有车了，那不懂的人会觉得我卖这个价钱可能太贵，所以说我就想说拿出来做公寓。做公寓，你看。最看最多啊！他竟然都开两年，还顾得这么漂亮了。我觉得好像太惨了。靠背啊！就说他有几个小毛病，然后刚好跟我讲了，什么？就中控啊，会一直锁起来。嗯。中控马达太贵，其实这个这样就好，简单就好了。是。其实还好了，就回去就是，对啊，做公益嘛，你也知道嘛，这是要底标嘛，没有嘛。一元起标嘛，这一元起标，这公寓就这样啊，因为我们没有，我们没好，搞不好标到100万，对不对？应该没有，没有啊，没有。你上去的时候，那个原车主他会上去啊，先标个20000，有没有就上去了？结果还是他得标嘛，得标。那我再开来给你，现在人家会怀疑我们是自导自演的。哦，是哦，应该不是的，不会啦。他有蛮多东西都是我们接手之后再换，像是避震也是新的。避震，我看得出来，比如说灯啊那些都是自己改，有开吗？其实这台车来还蛮原厂的啦，这个应该保险杆也是你用的吧？对，因为它之前我老婆有去插到保险杆，所以我把它换掉了。你有希望它交给谁还是什么之类的？其实如果是做公益的话都可以啊，都可以。但是我比较希望是像是刚出社会的大学生，哦、可能经济没有那么好。对对对。
好，那我知道。谢谢。我们回去还是稍微弄一下啦，嗯、最少基本我们还在学一下。对啊，不然我小时常讲的啦，哇，很开心坐的公寓车，结果害人家掉下来，不行，当然是不行。当然是要把它稍微再整理一下，最少开出去不要掉价，这是基本的。好啦，啊、一样就写一写就好了。圈圈，对啊，哦、啊，你会偷偷掉眼泪？想很久了啦。啊、想很久了。对啊。还好啦，我会对啊，就像之前这样啊，好好照顾他。他灯很帅，你要看一下。哎呦！又裂两层。哎呀、啊，你会？你买来我就哎装上去而已啊，哦、就接到方向灯的电而已啊。那你想要是要拍子？你要这个可以啊，不要拿我的车就好了。不会拿你的车、哦，那就好。那最新的水流灯嘛，规个拢铺起来嘞。你这嘛就你看，你这啊，那这个都马上全。那个是隔音吗？哦，你确定有改？白的是配乌的啦。哇，这个、啊、打开就会敲到啊，有没有？然后，哦、他有做，看，他有做这个哎，隔音。对啊，就是他就是做隔音吧。外表还不错，不用做。啊，方向盘很热血，你看他改了一个赛车的方向盘。嗯。好，我等一下再配回去。好。哦。OK， 好，去签一签就好了。那你换什么车？我换他自己的。干嘛瞎比了？我之前有想要跟你们买，可是后来，那之前我真的没有发现你们真的没有。哎呦，啊，大家都这么有备而来啊！今天收到第二份礼物，就是在地说有名的饼了、啊。可能是不好意思，对不对？桃龙不占名呀。对啊，你们走那么远。没啊，我不要喝什么，请你们喝。对啊，听说这间是全台湾最好喝的咖啡，在这家。你不要乱讲，没看。结果这家很爆红啊。没有啦，是我要请泰山喝咖啡、嗯。我们看谁先到啊？先到的人就是赢了啊，慢的人就让。哇，满满的，满满的爱心。对啊。啊，我要上车喽。再往下一个啊。下一个什么？目标再走。你刚刚开始发现什么问题？开到120方向盘会抖，应该是那个碟盘应该换掉、啊、其他的还好啦，它有一个啦，左边的继电器他说坏掉了，刚闪一闪就不亮了啊，我他叫我带啊，老实讲我忘记了，你刚刚我什么亮吗？我把它打开，用我的 USB 掌把它敲两下就好了，这样就好了不然怎么办，应急嘛，可是现在好了，我刚一路开还是有打方向灯啊，哦耶、yeah. 好啦，准备要去吃饭了吗？去吃什么？我们去吃牛排好了啦，我带你去吃牛排。手机架都帮我弄了。对啊，有手机架、嗯。还有倒车显影呢，都赞的。他好心会有好报的。你知道他是职业军人吗？他在阿兵哥。你看，又保护我们，又做善事，你看多好。家伙，真的。对啊，我长大一样当兵。哎、欸，我将退伍了。你已经退伍了。我已经退伍了。哎、欸，这打零三呢？对啊，那零三是算什么型号？引擎什么 ？LRO 啊 ，LS 啊 ，T。其实这个有它的，这个它的头是不是很像323？他们那时候兄弟车啊，谁弄像？哎，另外人家油价都快满了，对啊，不要说1000块，最少也要800块吧。虽然现在油价是很便宜，但是你看这个是一个心意，对啊。那家伙啊，他竟然敲东西呗。上架，马仔啊，马仔会上架？没有啊，一样可以先办之后啊，检查我再检查就好，现在就可以卖了啊。啊，我轿车再做好就可以拿了、啊。对，要不是一样。现在车况就已经不错，就卖了。快点哇！快点点，快点点，好啦，快点点把停，我们来停车啊。耶、yeah, ，到了。到啊。耶、yeah, ，加班，加班。我请他吃饱，我只有吃面包。只能吃面包，是不是？
还有可以吃米耶，玉皇米耶。吃饭了耶。吃饭啊，讲完了。耶。我们吃的很快，不到一个小时。其实男人，如果男，我记得带女生啊，还是泰山带女生来吃的速度不是这样。慢慢，因为你要等嘛，你不能吃完的话，他一堆我们就吃完了。不是，赶快吃一吃就下一通啊。下一通去哪里？逛夜市啊？不是啊，那个、啊。哪个？七七啊。好，七七人很多、啊。哦，我知道。去外面看人家超跑嘛。对对对。机器人都超跑，看人家开出来。哦，是这样哦。问了没？台中的。是吧？是无人照，那边照到迄个。好了好了。一点半钟来到位哦。金钟闪闪。哇。你讲我袂搞你歹事，哇！吃瓜。吃瓜。是镇定，所以他有别的店。有啊，你没有踩刹车，你怎么知道它在抖？你摸啊，对，哇，是吧？很抖的，对啊，所以这是碟盘变形，是没有，这是手部按摩，哦，手部按摩，哇，那等，我就不会有五十肩这个问题了啊！如果你下来，我手会被，对啊，就是抖，对对对。The next day.今天被跟着，有啊，其实过了三天了，怎么样了？其实这个啊，因为现在要过户嘛，对，我把它的灯泡换掉了。其实那个就是算违规了 ，LED。对啊，因为它规定是不能装的啦。可是它的这个水流灯，后来发现它有做开关，那关干掉就好了。好了，我们请专业来看我们的啦。你规则现在问题，别拜，八一就没错了。尤其是霸级的人串上去，还马上是走别流啊！打中了还串，好看一下，很凶很凶。对，大致上看起来还好点，是不是有漏油？有啊，漏油啊，而且漏的漏到不知道从哪里漏。对，这里對这个吗？这个也是吗？这个也是啊，那这个也是。这个也是，这都是从上面漏的，就是从前面两个油条漏的。油条？对啊，就是油底壳的。哦，油条就可以再加。油底壳，油条。你别加嘛，写出来。传动轴啊，传动轴也有漏，而且那个油都变质了。哎，这个。对啊，对啊，变速箱的也在漏，那边的防尘套也挂了，传动轴分离了。哦，有看到看到。不要讲它的坏处，它有好。你看，有没有看到？2019年的22周，哇！2019年22周，好，这是前面的啊。登陆谱这边啊，21是它的周期啊，19年的21周，不是2021年，而是未来的胎。知道了。最早那轮胎还是很新，后面的对消音器也是新的。蓝铜哎，蓝铜呢？一只，你看有多少只就拉多少只，好没有？坏了自然就会修，可是它这样修比较平，它稳了。你看了，你左边等一套这样取消掉啊，这一只它是不会动。它像那扭力梁是这样一整条，一整条，对，插在这里。所以等一下呢，哇，这边叫它哎这样，好，不是这样一起这样。后面还好，后面没什么。就这里，万一台东坡先生，其实中南部的车还不错，比较不会生锈。哇，靠，这张你弄的吧？无啦，那你看的时候就有人看照片。不是，一代新的呢。它都有正常在使用。那它开几公里？现在哦，27万。它都有正常一代表卖，没有啦。哇，三五公里的话，起码是看山啦，看车主啊呢。以前看那么贵的。对啊，替对讲话的啊，我讲那么贵。有啊，他昨天晚上有赖我，他说其实他当时买这一台没有考虑那么多，想说有代步车很急需就先买了这一台，他开了之后他就觉得哎、就是要换安全一点，那时候比较没钱啊，其实他说他买这一台假设买五万，他花的成本已经超过5万再加上去了，他后来换了一些东西啊，比如说像避震器啊，他回来花的钱都超过原本的车价，他自己讲，他说希望找到一个好的车主继续可以再开，可以哦，对也好的、啊，追求很好啊。昨天一路开来，温度没有抓货了，都很正常。这样很好，可以直接卖了。哦，直接卖了。好，泰山，这次我不会叫你买的。平常每次都叫泰山买，这次我没有叫泰山买。泰山千万不要买，千万不要买，留给别人。而且讲说刚给那个出社会的大众开啊，
大学生。大学生啊，对啊。我也换了哦。有工有开心啊。啊，也有没败呢哦。没败嘞。看都还亮亮的，没有油泥太多。好了，优秀啊，没败。总出到几个呀？那个锁会锁起来，那个比较重要。对啊，它都有一个窗户不太会动，那检查出来一个。搞定了，耶、yeah。比想象中好很多哎、欸。对啊。就一样，油山水马顾好这个车，你看台中开上来也是还蛮快的，对吧？感谢那个台中的邱先生热心的提供这一台给我们做公益车，Piero 公益车是还不错啦，对啊，泰山有点想，可是我不卖他了，这次我会，你没有想哦、喔，我没有想，我没有想。他昨天一坐，他说，比想象中来还好坐，空间也不会很小，其实这个车算不错了，如果是维修这些材料什么东西也没有很贵，对吧、啊？你刚入社会真的没有钱的话，买这个车算蛮省钱的。好，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。还会吃螺丝、哦？对呀、啊，为什么？今天可能天气冷了啦，螺丝卡生锈了。对啊，哦，这样我才可以做更多更好的影片分享给大家。好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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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ご覧の番組はシャオシー自動車、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。有吗？有人嫌你玩 ACC？ 有啊，伊讲我真卡啊，哎呀，歹势啊，阿罗食到四五十岁，冇买过新车，冇买过新车，啊，中国车冇买过阿新的，我算啊，只好从头给我们弄一台来开，对不对？这样就好了啊，玩过就好了，这样我就知道了。可是真的蛮好玩，很好玩吧？我在检觉得蛮好玩，就像好像第一次会定速那种感觉嘛。哎呦，为什么油门放大它会自己卡在那边？可是它是。全速域的吗？第一次32啊，32假设你跟到它在动，它都会自己动。对，第一次假设我跟到前面的车，好，假设我的设是60，它可以跟到停止再启动，都不用再去设定，它是等于是就可以全部了。可是你中间就什么都不能踩啊？啊，对啊，啊，它就帮你停下来，它会帮你停下来，停到走都可以。好了，耶、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哦，好、拜拜。好呀，就这样。啊！你不谢谢这个车主这样，然后说啊，好啦，我们检查完，然后就谢谢邱先生以后啊，有这个机会给我们做公益一样。好啊，那就讲完了，你都给阿弟。我，你讲啊，对啊，我讲过啊，你讲过。